来。第一个笔画要写的长，稍微顿一下，向下压，走向右上方斜的。横画要长一点，要细一点，撇在横画中间。一笔要短小，要粗重一点。竖画要细，要短。顿完之后，向下。这个粗要稍微长一点，里面那个横这里起比较轻，这样子挨着左边的竖画，这个横就向左探出去一点，稍微出点头。竖画长短粗细变化，横笔间距以及长短，注意它长短的对比。